阿姑拍剃头，迄是正人知影的代志呢。Ryan， 你讲阿姑，阿那你个心心痛的是？歹势啦，之前哦，我无甲你讲过 ，Ryan 就是我的后生。啊，不过之前恁两个人合作成功的代志，我拢无捞到去。哎呀，回头总讲一句啊，华仔阿姑哦，迄种人哦，真哩歹应付啊，毋是一般的人管会调的啦。我嘛试过啊，我是伊的亲外甥仔呢，伊连我拢修理，真正叫伊的细汉的哦，要甲我推选认证。叫是讲啊，阿姑真正气到的六亲不认。这种代志，这种人你叫可可，嘉文去对付，哎，受危险嘛啦。我讲的是事实啊，妈，袂当因为阿姑辈分比我搁较悬，你着我用伊边啦。敢真正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也是讲你有家己的私心吗？私心？私心？我哪有啥物私心？我敢若是提供意见给嘉文参考。好，那安尼哦，也是爱看嘉文的决定啦。嘉文，你敢真正无愿意试看卖？那是我答应啊，是不是当趁这个机会救迄个可怜的查某？心痛的，敢会当加我一点仔时间考虑 ？What？ 这个爱考虑 ？No， 就是 say no 就对了。No。Ryan， 啊，你也绅士风度嘞。我这嘛是法律风度，吼、哦，我是哦，分析给嘉文听，伊若是答应，有啥物代价？我无问题啦，你考虑好，就甲我讲。报告。报告。我今仔，我想要改叫你讲。因为我感觉，若是一届落，就会甲咱过去所有的一切，拢总抹掉共款。Ryan， 不管你要叫我 Coco 还是嘉文，我拢袂将咱的过去当作无我心过共款。只是，只是啥物无重要，上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若是即马，我勇敢问你一解，你是毋是愿意跟我做伙去国外生活？一旦唔敢过是共款的。我一旦唔是共款，是你来软。好好好，好我知影。行，我送你回去。软，敢袂当请你先听我甲话讲完？但做我上船迄段时间，是一个真美好的过去。迄个时阵，我面对遐尼侪牛鬼蛇神，逐工过啊战战兢兢。你嘛看到啊，我压力大到逐工拢爱食药啊。对啊，我敢若是除了医生以外，唯一一个知影的。无毋对。就连伊弟弟暗中跟我斗相共的林志明，我嘛不会知影这件代志。伊当阵拄到你，我就参像是看到救命神共款。你是我伫黑暗中的曙光，让我有面对黑暗的勇气。感谢是。我是真正
真正捌想过要放下一切，甲你做伙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若真正是安尼，敢会当把过去拢总放下？我会予你一个袂后悔的未来。这听起来确实真有吸引力，啊，毋过我必须老实甲你讲，就算是迄当阵，我嘛同款无真正放下一切。我只是想要逃避面对现实，所以才想要秘入去爱情的保护壳内底。就算讲是安尼嘛，袂要紧啊，我愿意做你爱情的保护壳。啊，不过这着甲迷茫同款啊。我最后还是爱面对我厝内底的人，还佫有这现实。我看是我无够好啦，好甲会当予你阿伫决心留伫个美容当中。无论梦安怎水，总是爱清醒。又看安怎讲，我拢无法度改变爱面对过去的现实。其实。我知影你是嘉文的时阵，我才发觉我对你的了解足少的。迄当阵，我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虽然讲我知影你真有可能会答应我的要求，我还是想要替我家己争取一摆。多谢你的勇气，只是。这是我必须要做的选择。但你有我娘好，我唔免阁讲啊。我只是希望你莫阁浪费时间伫我的心上，去等一个无未来的人。我希望你当找到一个你生命内底真真正正的爱情，我是真心要祝福你，祝你得到。你原本就应该有的幸福未来。好啦，那呢，我甲这的话哦，一次不漏幸福你，因为你值得。多谢你。小豪豪，嘉文，你拢实在哦，安尼大家当手牵手做好朋友啊！哎呦，阿舅啊，我大人大姐，你莫来叫我啦！哦，这么大汉啊，安尼甲你叫会歹势哦，国豪大律师。你先先边啊，我跟嘉文有代志要讲。嘉文，阿文姐也讲要让你做我的老师，啊，要教我一挂商场规则哦。不是啦，我阿文。我去那边拍摄，本来种代志我是一毛都接受啦。啊那是你吼来做我的老师，我无问题啦。来，今麦咱来安排时间上课吼。无啊，姑姑，教文无一定要答应你，你莫骗伊啦。我哪有啦？教文，你莫看我是恰龙恰虎的兄弟人哦。我若认真学起来，我家己拢会惊啦。我绝对是学霸啦。顶边你伫边讲，我真无善良。我是倒位伫无善良？你会当甲我讲，我随改啊。去病院，你两人做去病院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嘉文，是不是我阿舅甲你欺负才去病院的？甲你无关系啦，啊，嘉文。这就当作是咱的秘密，你放心嘛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啦。啊，阿舅啊，你若是哦，想要甲嘉文吓惊走，你继续啊。你莫啰嗦啦，嘉文，你放心啊，你做我老师，我无让你失望。喂，大姐。啊，对吼。
我拢袂记咱要要食饭，歹势啦。啊，你怎人伫倒？我是过。好，我知影。嗯，拜拜。是的啦，我袂记我刚打一个药，我先离开啊。再见。哦，嘿，嘉文。唉，啊，搁失去一个跟女神讨电话的机会啊！阿姑啊，我看哦，你也是要莫拍嘉文的主意啊。不管安怎看，嘉文甲你有啥宿配？这你都想伤济啊啦！恁阿姑啊，自细汉到大汉啊，拢是济人恶路，招人嫌啦。你都等下看，死狗一定是伊吓我吓到要死，我全白白等伊啦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